阿妹，吃啥子哦？快中秋了，给整了两箱大闸蟹。来就来嘛，弄个客气干子嘛？我尝起来吃嘛是意思意思啊。耶，这个螃蟹过得不香哦。现在正是吃大闸蟹的时候，我这个牛骨架就瞬间不香了哈。阿忠，今天吃好东西哦。啥子好东西嘛？肯定比俺牛骨头安逸噻。那肯定哦，今天给你做两个口味的，再跟螃蟹洗个澡。 这个圆东西呢，就是母蟹哈，三角形的是公蟹，下回的螃蟹会吐泡泡，这个螃蟹的蒜很干净了哈。哎呦，哎，咋中？掰开肚脐，看尾部，这个黄都快流出来了，这就是好螃蟹。筷子瞄准蟹心，鼻子反面放入螃蟹。 放上葱姜，阿刚点火，要得很干。清水放葱姜，放入螃蟹，大火蒸16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徐哥，我来看一下这个清蒸的黄多不多。哇塞，你看这个蟹肉饱满，蟹黄料足，巴适的板。 开始摆盘，点几点鲜花，清蒸大闸蟹送给你们，把螃蟹处理好，从中间切开。哇塞，你们看这个黄啊，太饱满了，一样口味做班子。起锅烧一点油，沾点淀粉，避免蟹黄脱落。五成油温下入螃蟹，等一下就把它蘸熟啊，蘸了大盘嘛，小盘就可以了。 听出来，准备点咸鸭蛋黄，再烧油，下入咸鸭蛋黄，全部捣碎，炒至翻烧，下入粘锅的螃蟹，要得了，徐哥，开始装盘。 点缀香花一朵，葱段，咸蛋黄大闸蟹送给你们，就这个一蟹两吃，我厚积点皮，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，阿公请客，要得很干，炒上去。啊，等下阿公，我先给你整个这个清蒸的，你觉得清蒸的巴适得很。哦，看我吃个黄，嗯，哎呦，黄清哎，有没有吃的鲜得很啊？嗯，给你。 哎，太爽了！哦，哎呦，黄就要吃，哇！你看，这个肥的牛油，好吧？嗯，看得吧？嗯，哇，太甜了，太鲜了！哎，王工，嗯，哎，来，你再尝这个蟹黄的。 西红柿的，哎，这个是这个，还不一样的黄，咬吧，我咬，咬点，吃不咬？哎，对的，哎，对吧？嗯，看到没有？黄了嘛，黄了嘛，这个味道丰富点儿，还不？但好吃还是这个清蒸的好吃的。哎，嘿嘿呀，哎哇，嗯，我闻到牛油，就是啊。 我靠，太爽！我情不自禁的说脏话了。嗯，好脆了。哎呦，嗯，安不安逸嘛？八十一百。 Hello， 朋友们，坚持们到时候如果喜欢我小虎，那就请关门。老板，我老公，我们的人，拜了个拜，拜了个拜。